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9月19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士林站，10:55，我报的是1024，前往淡水的 C301型2004加2003，编组的 C301型高温电信，刚刚是全列车，在士林站停靠。然后下面各班站里面都点名到，就刚好面。在士林站停靠的 C301型高音量系统，刚刚是电联车关闭车门了。也看往淡水的 C301型高音量系统，刚刚是电联车。在士林淡水的1024，看往淡水的2004加2003编组的 C301，高音量系统刚刚是电力特音十六，各自就拿那件。